你看啊，这个都是游泳圈里面的，哎，你看人家大便、便便，看到吧？乖乖，这个都是五星级的大便大的里面啊。这个事情我们也是刚了解到，就是因为温泉它现在还没有就是上班，我们这边还没有了解清楚，所以说暂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它里面是到底是不是排泄物，看到吧？乖乖，这个都是五星级的大便大的里面啊，喏，有他游泳圈他来了，喏，他进来了，这个不是我们是那个，他就是这个就是便便。哎哎，便便。